伊是咱世界知名的化学家，伊做过咱中央研究院的前院长，做过咱的院长，伊是咱诺贝尔奖的得主，架杠台湾之光，内景内景博奖，欢迎李院长！各位乡亲士大，用上咱哪个内景来欢迎中研院院士李院长？台南的乡亲父老，今日我真欢喜来到台南，替蔡主席、交陈建仁副总统的候选人来遮加油，啊，交民进党的立委的候选人，希望大家拢有法度通胜利当选。咱过去十五年，进入去二十一世纪以后，台湾行了真无顺利，上面是国际条件的变化，另外上面是台湾本身行了无好，咱也无行好势。五十年后，咱的子女伫地球上要生存，可能就问题。台湾是一个真，即嘛是真关键的时阵。咱若无选一个正好的总统、正好的副总统去执政，咱立法院若无代表人民、代表民意人啊，入去有做一个真大的改变，台湾以后就会真困难。这个时阵，咱来看总统、副总统候选人，大家拢会同意。国际上，你看人拢没同意。蔡主席交陈建仁前副院长是两个上好的候选人，因两个我都和台湾带入去真高的境地。所以今日我今日来遮，就是要来给因两个加油。我认识蔡主席已经十几年，其实呢，看伊伫行政院内面处理真侪代志，能力真好，伊有真高的协调的能力，但问题伊拢了解，伊有法通去解决。所以八年前，伫民进党咧上届艰苦的时，我交几内朋友拢去找，讲伊就出来选民进党的主席，希望民进党阁行出来。啊，恁大家拢有看，这八年以来民进党的进步，这个蔡主席的贡献是无话讲的。咱是讲英雄，有参照蔡主席的人，这款的人出来选总统。我另外讲一个人，就是陈建仁副总统的候选人。蔡主席选这个人，是真睿智的决定。陈建仁，这人我叫伊熟悉足久啊。以前少年的时候，学术的研究拢做真好。台湾乌卡边的代志，乌卡边是按照来，按照治疗，所谓的公共卫生学术上有真大贡献。唔是干那的学术上有贡献。伊嘛要做卫生署长 ，SARS 过境的时，伊发挥伊指导能力，煞尾伫国科会做主委的时，对科技的提升，拢有真大贡献。煞尾中央研究院
做副院长，伊甲大家聚集，拢真诚恳，毋是干呐？对大家拢想要了解，伊要蔡主席同款，就是真会晓解决问题人。中央研究院人拢希望讲，当副院长留落来，留踮咧中央研究院做下任的院长。因为这个院长今年十月就要选了，大家拢唔甘伊离开，讲希望陈建仁留落来。不过陈建仁嘛知影，伊人生有无相关的选择，伊直直嘛想讲学术的研究，甲上煞物，嘛为社会做出贡献，所以即摆。蔡主席请伊出来，做副总统的候选人，煞尾伊往那决心要聊落去，啊，离开中央研究院。这个是台湾最近发生的一个让大家真欢喜的代志，咱就个拍鼓啊！因为。蔡主席交陈建仁前副院长，因两个带领社会进步，咱就我都能寄望讲，咱台湾行较好，较好。另外，大家咪看，民进党本身冇真大个进步，看地方的执政，敢若台南市、高雄市、八里关市，民进党执政的所在拢有进步。顶摆选举时，我甲蔡主席讲，部分区的立委的这个候选人的名单，唔是真理想。唔过即摆看卖，这部分区的立委的候选人是真是真出色的人，所以大家嘛相信，民进党入去，社会带来真大、真大的改变。唔过咱个一点应该就了解，就是讲，去年十一月二九。翻转这个原因，执政党做不好，民进党有改善以外，就是讲少年家在太阳花运动以后，让大家站起来，让这个年纪大的人、少年的人拢站起来，咱的国家，咱家己就来管，咱的命运，咱就家己来管，这个力量。并且一个很大很大的力量带动改善，啊，民进党这次做得很好，就是讲真多地区分到这个小党第三势力去竞争，即马成第三势力已经起来了，啊，民进党我打算扮演一个大兄哥的角色，以后甲大家牵手，唔是干呐，以总统府执政。你欢喜理想的这些人拢会变成大多数，和咱的台湾能够较理想、更好的境地。我等下二十几年咯，最近真欢喜，顶摆交蔡主席我出来个徛台无成功，即摆我请运动员来，跳下关了，即摆。绝对要成功，我大家来拍拼。多谢多谢多谢各位，感谢感谢，咱是不是再一次热烈掌声？感谢李远哲院长特别专程来表达伊的支持，热烈掌声，支持！